人生有时候是这样，不自觉，不自觉。但是当你变成一个习惯的时候，或者是有人说你为什么这样念？你为什么要念呢？哦，我没有念，我心里不舒服，我念出来的时候才舒服，对不对？我变成这样子。但当你的大智慧想通这里面没有任何好处的时候，你告诉你自己，告诉你的身心灵，这样子是透支，没有好处。把坏处告诉自己身心清楚的时候，他自然而然他就不会这么样的，就把它关起来。所以当你想通，每件事情都想通，都弄通的时候，就好事一件，好事一件，好事两件，好事三件，人生嘛，好事多了，我跟你讲，走路都有风。你看我们家每个学生走路都有风，有没有？你要走路有风是真的要有风，不是因为吃得太胖，知道吗？真的是有那么回事，就是人家看到你就觉得这个人气质怎么修得这么好，对吧？然后别人一跟你在一起的互动，人家很喜欢跟你在一起讲话，你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举手看看。啊，好，手放下。你等下下课试试看，看等下下楼，看看重庆南路那边有没有小狗，你知道吧？跟小狗一讲话，它看你就赶快，它就闪了，你就知道你不行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在给你上课讲的东西，好像是有那么回事，又好像是个预言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要听得懂，所以你就要举一反三的去做修正。讲那么多千万语，是不是都是爱？是不是希望你好好的在人中，就变成人中好者，就这样。因为我们在学什么呢？学个半天，结果每个人陋习一缸子，不行啊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我要看到超马的学员，不管是谁，都必须进步。可不可以做到？你问一下隔壁可不可以啊？隔壁有迷茫眼神的举手，真的、啊，这个这两天不是国庆晚会吗？有没有？不是有一位歌星暌违多年，这次出来唱几首歌吗？是不是？你要去想，当你看到一个人，他的人生是这样，没有谁可以说谁对或谁错。但是我们可以采大数据来勉励自己，算是不是？就说你再怎么辉煌腾达，还是有结束的那一天。但是何不在辉煌腾达中，把自己永恒的成绩把它累进？是不是？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所以你就知道，盛年不重来，岁月不等人。哦。你说你再有什么过去什么样的英雄，哎，过去了没用，现在与未来才是确切的要面对，所以只有现在务实的让下秒更好，无数的下秒的延续的更好更好更好，所以今天你才会觉得有搞头。那当这是事实的时候，所以学海无涯，学无止境，所以你的进步无止境，所以你的修行。成长无止境，